呦呦，我是鲁特。随着这几年360度相机快速发展，现在人手一台360度相机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啦。那鲁特会使用360度相机，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，在骑车的时候，前期拍摄可以好好享受当下骑乘，不用担心架设的位置，不需要担心构图不好，好用、方便又耐操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一开始鲁特知道360度相机这种奇特的东西的时候，毫不犹豫也买了一台来使用。而我的第一台360度相机就是那时候刚出的 Insta360 ONE X。 这台相机在前几年可以说是真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相机，无死角的录制、后置运镜让我真的有惊艳到。不过身为一台运动相机，竟然不防水，也让我在使用上真的抖抖的，起雾、下大雨都必须中断录制，甚至停下车来把它收好。每当我朋友问我这台好不好用的时候，我还会抱怨个几句，内容通常都是它不防水哦，你自己想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买。直到最近它的老大哥 Insta360 ONE X2 也上市了，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台 Insta360 ONE X2 它的表现吧。从外观上来看， X2 还是跟 X 一样维持了长条形的设计，机身上一拿起来手感沉了许多，从原本 ONE X 的115克的重量到现在 X2 147克，虽然多出了将近30克的重量，不过从原本的小 LED 萤幕现在转变成了 1.54 寸的触控萤幕，拍摄模式、画面即时预览、相机设定都可以用手直接在上面设定。接下来一个我一定要拿出来说的优点，就是它终于防水了啊，裸机10米，电池上还可以看见蓝色的防水胶条。身为一台运动相机，当然就是一定要防水嘛。原本的360 ONE X 记忆卡还是外露式的，用的真的有时心脏都快停了，而这次记忆卡终于换到了机身里面。 Insta360 这间公司，鲁特觉得也是真的有持续在吸取玩家们的建议，产品功能也一直持续进步中。电池容量我想也是这次升级最有感的一项东西，从原本 ONE X 的1650毫安时到现在的1630毫安时，续航的时间直接提升了超过 50% 啊。原本 ONE X 的电池在满电的状况下骑乘大概一个小时就一定要换一次电池，而现在多出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。那鲁特在10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小力宝赛道参加 KTM 的赛道日，那时候就把 X2 拿去想说试一试，结果拍了4节80分钟超过，电量才刚跳成红色的，也就是还有大概 20% 啦，续航真的蛮有感的。那在充电口还有电池上还有安全卡损的警示，如果你没有安装完全好，会出现橘色颜色来提醒你没安装好，算是蛮贴心的。原本 Micro USB 的充电孔也变成了 Type C 的孔了，机身边缘也新增了防手滑设计，让像我一样很容易手残的人呢，可以更好的拿在手上。这次 X2 的收音也提升到4个收音孔位，可以收环境立体音。收音方面，因为它4个孔位都是收音，所以在骑乘状态下杂音还是会有，不过比起 ONE X 还有 ONE R 真的小声了许多。而 ONE X 最令人诟病的，除了不防水，就是它没有镜头保护盖，随随便便一敲，可能就要4-5张小朋友来修。而现在 ONE X2 提供了镜头保护盖，这个真的是有够需要的。因为我的 ONE X 就是在一日切西瓜的时候，镜头去撞到地板，痕迹非常明显，导致它现在拍摄的时候，画面会出现超多黑点的。所以现在有了镜头保护盖，鲁特真的觉得有够实用的。总而言之，从外观上来看 ，Insta360 ONE X2 的机身跟 ONE X 的机身是差不多大的，重量虽然多出了30克，不过电池的续航加上防水的功能，用这30克去换，鲁特是觉得非常 OK 的啦。除了外观，录影也是我最常使用的一个功能。这次360 ONE X2 除了可以拍摄标准的360度画面，在软体升级了之后，只要在触控萤幕上调整，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切换前后镜头，拍摄一般平面的影像。注意，这里拍出来的档案终于不用再转档了，直拍 MP4 档案也是没问题的，甚至还可以切换成直视或是横视的，使用上来说真的方便了许多。
Yo， 我是鲁特，今天我们出来测试一下这台360 ONE X2。它录这个现在录目前录的格式是横式的 1440p50帧，等一下回去再看看。手机上面的 APP 一样很多短影片拍摄的教学功能，不过鲁特大部分都还是拿来记录出游骑乘的画面，所以这些 APP 的功能我算是比较少用到的。而360度的画面因为软体的提升，拼接感大幅减少了。之前在用 360 ONE R 拍摄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 360 ONE R 的机身比较厚，在比较剧烈晃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拼接怪怪的画面，虽然说是不会太夸张影响整个画面，不过看到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还是会心痒痒的，想说这个画面怎么变这样。而 ONE X2 鲁特之前去赛道的时候背它用齿力腰带下场，整个画面不管是画质、拼接的状况、色彩鲜艳度、饱和度，比起360 ONE X 360 ONE R 也好上了许多。最有感的应该就是面对逆光的时候的处理方式，因为360度的画面就是靠着两颗镜头拍出来的影片拼接在一起，所以在之前如果遇到两边镜头光线的亮度是不一样的话，拼接起来会有一种一半画面特别亮一半画面暗迷蒙的状况。不过在我使用 ONE X2 到目前后置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，两边画面亮度我觉得都还蛮一致的，而且使用到现在镜头里也没有出现起雾的情形。但因为鲁特有带 Apple Watch，使用 Apple Watch 控制也真的很方便，在骑乘的过程中只要遇到红灯，用 Apple Watch 就可以控制它录影或停止，就算我把 X2 放在一个我触手不可及的位置还是能确保拍摄顺利，不会需要又停车下来再开启或停止录影。360 Studio 的更新也让刚接触的玩家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处理360档案的后置，现在甚至还有很无脑的方式，就是直接在影片中选取特定的范围，然后程式就会自动帮你后置，真的可以省下超多时间的，算是可以让新手买回去之后拍完就直接输出成成品，让入门360度相机的门槛也降低了不少。因为毕竟很多人在犹豫要不要买360度相机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怕买了之后自己不会后置，那现在这个软体的更新之后呢，我觉得算是还蛮方便的啦。说了这么多，当然还是要来说一下它的缺点。它有没有缺点呢？有，不过几乎都是跟画质无关的小缺点啦。第一个就是记忆卡放的位置，充电孔的位置跟电池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记忆卡却是跟电池槽放在一起，这样如果电池是有电的状况，我还是得把电池拔出来换记忆卡，有点卡手。如果记忆卡的位置呢可以跟充电孔放在一起，那鲁特就觉得太完美了。第二个就是如果要充电，在镜头套上保护盖的时候，充电孔旁边的盖子没办法很顺利的直接拔下来，需要把保护盖往上挪一点，然后才能打开充电盖然后充电。那其实我使用到现在它的缺点也大概只有这两个啦，算是完全不影响拍摄。最后鲁特觉得这台360度运动相机在使用上来说整体给我感觉跟以往使用上真的差很多，最明显的电池续航的提升让我原本想说靠应该换电池了吧，结果停下车的时候竟然还在录，加上拍摄之后的画质也真的提升了不少，加上 Insta360 Studio 的更新，如果你有想要入手360度相机，就算你是新手都没有拍摄过的经验，鲁特觉得360 ONE X2 真的是一个对老手新手都很友善的产品。好啊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看完这部影片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哦。我是鲁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